在中国，星座是一个经常讨论的社交话题。有些人会问你是什么星座，你是什么星座，然后分析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适合跟什么星座的人在一起。你相信星座吗？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吗？今天我们用中文来学习一下12星座。白羊座，白羊座，金牛座，金牛座，双子座，双子座，巨蟹座，巨蟹座，狮子座，狮子座，处女座，处女座，天秤座。天秤座，天蝎座，天蝎座，射手座，射手座，摩羯座，摩羯座，水瓶座，水瓶座，双鱼座，双鱼座。好了，你相信星座吗？你觉得星座可以解释你的性格或预测你的未来吗？